你是从哪里来的？山东。啊，当时是怎么发现的这个疾病的？就是无意间发现，就刚开始有点痒感觉，不是很舒服，然后就去医院查了，然后去查的时候，医生告诉我是结石是有，然后给我开了一周的药，就是让我输液，然后说打完针之后一个星期之后去那里做了手，然后我就去回去在网上查自己。然后就说这个冷冻什么的容易复发，然后还比较疼，然后我就又看了好多，就无意间就发现咱们医院了，然后就找到我们了。对对对，然后先开了一个药，一个星期的药，然后用完了之后我就直接过来了，就过来看咱们。对，当时检查的情况呢，就是通道口，还有就是尿道，还有就是宫颈，主要是宫颈方面，你那边上面长了疣气。当时病情还是比较重，就合并了炎症。后来经过治疗过后呢，就是定期来复诊的，局部恢复的也挺好的。前段时间是到你们当地去查的是吧？对。检查了过后 HPV 也是阴性了，这个检查的话也挺好的。就是治疗过后就是挺好的，没有什么疼痛的。然后定期过来。定期复诊。对，定期复诊。就今天检查的话，局部也很好的，也没有什么。后面的话你就定期的在你们当地复查一下也行，就是有没有其他的情况。这个真的特别感谢，因为我一发现这个就直接来咱们医院了，就中间没有去过别的医院，对，也没有治疗过，就确实是感觉挺快就好了，没有像网上说那种容易复发啊什么的，反正在我这里是就一次性就治好了。选择也很重要。对对对。因为这个治疗方法呢，就是很多患者呢就在外面走了很多弯路，包括像做激光、做冷冻啊这一块的复发，你是算比较幸运的，就直接找到我们这边来了。